如风说梦幻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鱼岛买两只12红镜台善恶。鱼岛服战队开始疯狂更新，一天时间就买入了两只镜台善恶宝宝，其中一只梧桐在直播中拍了善恶受爵，另外一只则是成品，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团队会收更多的镜台公宝宝。二，梧桐表示团队会更加强大。梧桐在直播过程中在门派协调不跑路不卖号后面加上了进度 85%， 他表示鱼岛马上就要更强大了，很快就会让黑子闭嘴。三，虚腹孔庙练凌波城阵容。十月份的符战已经证明了凌波城在175符战中的作用，并且在门派大改中凌波城亲宝宝的能力再次加强。曾经觉得凌波城是小丑门派的屈服孔庙，如今也开始练习凌波城阵容了。四，三物打废镜台神马。珍宝阁物理老板又更新了，他打造了一只翻页的镜台神马法防吸收宝宝，不过因为只有三个吸收技能，三物觉得不够完美，选择了继续追书。可惜在三物追逐完美技能的路上，这个宝宝最核心的镜台技能掉了。